媳妇儿记不起，让人头疼的食材里，如果不愿意就别去。定亲就要十几万，房子车子都不算，如果没有钱别扯淡。三金自然不能少，这里一定按时到，这样的要求实在高。家具家电你全包，该买的一样不能少，想要娶媳妇儿要挺住。社会太现实无奈，冷漠金钱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没钱没爱没人理睬，娶妻是好姻缘，何必苦苦为难，不如单身入眠。用金钱买来的婚姻一定不会幸福，钱越多越显得女方没地位。如今的媳妇儿娶不起，让人头疼的食材里，如果不愿意就别娶。定亲就要十几万，房子车子都不算，如果没有钱别扯淡。三金自然不能少，这里一定按时到，这样的要求实在高。家具家电你全包，该买的一样不能少，想要娶媳妇儿要挺住。社会太现实无奈，冷漠金钱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没钱没爱没人理睬，娶妻是好姻缘，何必苦苦为难，不如单身入眠。